今天要代班海巡，这张嘴太臭。哎，跑错地方，跑错地方。我在海岸飞嘛，船呢开得歪七扭八，本人强烈怀疑你们违背作歹，破坏社会治安，停！真正啊、会肯定一定都在船舱。厅长，我本来以为演一演就好，没想到竟然查到真的啦，瞎猫碰到死耗子。跟罗拉合作没几集，他就约我来海边，这个一定是心怀不轨。现在少年查囡啊，做恶斗的，也不管我是不是有老婆有小孩，人在哪里、上天送我最好的礼物，竟然给我望远镜，我来寻找罗拉在哪里。怎么那么远？烦了，烦了啦！反过来用啦！我又不是赏鸟协会的，我怎么知道望远镜怎么用？我这样用啊！哇，这个背，这个泳衣还是真丝的，如此的风采，一定就是罗拉。不对呀、他在海里面要干什么？他该不会想不开吧？罗拉，罗拉，罗拉，你不要想不开，罗拉！到底要干嘛啦，罗拉？这位，我误会你了。我变这样了。罗拉，罗拉，罗，你会赢，罗拉。你为什么要在地上扔土吧？我会死。原来你是来冲浪的哦。那你可以教我冲浪吗？对啊。我的裤子是不是不适合？干嘛啦？你看到泳裤你就会兴奋了。冲浪在哪里冲？香浪冲浪板那么厉，我的微观。哎呦呀！有新的道具，这边那家等啊。好大哦，这边好粗哎。那制作很贴心，他摆这一只这个 size 是按照我的尺寸，身高啦，身高的冲浪啊。那你教我啊。啊，行啦。这种卑微的事我来帮你做就好啦。一二三，呀！一二三，好像在拆礼物哦。这个给男生，来给你，来 ，Let's go！ 不是啊，怎么开始？赶快给你不会，我要来学习。你不会，我还跟你学。Moments later. 前方海域50公尺处疑似泥状溺水，请求救援。你们两个下水。哎，救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啊！家里冲啊！救援 ！Hello，Hello。
啊，谢谢你们，多亏有两位我们英勇的海军弟兄，哎，特别感谢你，特别的，人家救你一命，来，这个国际礼仪，双子抱，转三圈，一圈，两圈，三圈，你阿弟啊，哎，你这嘛是？现在你们在搞什么？我跟你说，我们今天要代班海巡。我刚才那里就是跑错地方，跑错地方，代班海巡。对，所以刚刚都在演习演练就对了。對啊，我一把年纪，你抱出来这边还演练什么海巡？你要知道那很辛苦。真的假的？所以你是真的队长？对。是啊。怎么开始？好，我们现在先做那个 AED 的教学。AED。对对对。来 ，AED。AED 翻成中文是什么？中文就是那个人体心外去瞻器。你好像想五秒钟的，因为我们平常都讲 AED 啊。哦，平常都讲英文啊。对，我们平常都讲英文、啊。熊熊问中文哦 ，low 掉，人体什么？它里面有，它里面有字。哎呦，你是老花看不你哦。这个学名叫做自动体外心脏去瞻器，它主要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心脏能够停止，然后再配合我们的 CPR 心肺复苏来调整它的原本应该有的心跳啊。这个东西啊、哦，有一些步骤大家一定要学会啊、哦。所以今天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，来，请罗拉来示范。为什么？你以后不要叫罗拉，你叫做安妮。好、哦，今天叫安妮，我看男生叫谁？安抓。有一个男生叫安抓。这边的话，我觉得女生比较不适合啊。玉林哥来做比较适合一点。安抓，你来啦！你来了，安抓。模拟溺水被叫上来。电他？什么电我？那针对 CPR 部分，我们的口诀叫做叫 CABD。第一个叫双手拍他的肩膀，先生，确认他有没有知觉跟反应。第二个叫就是指定专人来协助你。哎，请这位黑色衣服先生去帮我打119，请黄色衣服先生帮我拿 AED。再来第三叫，那个是 C。这个 C 就是 CPR， 我们所谓的心肺复苏术，位置呢在于两乳头的中线点这个位置。按压完之后，再来是 A， 上颚跟下颚的方式把它抬高。每34个循环之后，要给予两口气，确认我们每次给气有没有都给足，它会有起伏的动作。再来 D 的部分的话，就是我们所谓的 AED， 逆着从停止呼吸的那一秒开始，每过一分钟，它的存活率就下降7-10%。所以人在溺水部分的话，有4分钟的黄金时间，配合我们的 CPR 加 AED 之后，可以改成变成降低3-5%。对，好，那讲解非常清楚，但是因为怕大家听不懂，我再示范一次完整版的。Ready Go！ 第一个叫就是阿公，干嘛？干嘛？然后第二个叫是帮我拿 AED， 然后帮我打119。你阿妈你个会笑我出来。第三个是要找到乳头，会送哦。就臭美哦！哎呀，不逃登梯啊啦！哎呦，你狗狗哦！好，压完30下之后呢，下一个步骤就是要把他的头抬高，然后嘴巴张开，吹一口，吹两口，对，有没有？检查看我有没有呼吸的。我死你一血！好了，这是示范，下次 kidding 啦，但是步骤大致没错了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电池。好，今天这堂课相当有意义了哈、啊，希望我们这个影片呢，反复再三的看啊，大家也就会了。好了，那非常感谢我们辛苦的海军工人们啊，对吧？没有，因为你这一堂课教完以后，接下来就要开始准备出勤了。出勤。跑远，在哪里？长官在哪里？这边。好，哎，队长好，各个我们这两位同仁已经训练完毕，可以上庭服勤了。好，没问题。我刚刚就是被你们那个什么叫什么？抬头。
什么叫叫奶头？叫叫，哎、欸，拍谁拍谁哦，哎、欸，不进兵，叫叫 C A B E， 你还有那个什么 A A E D 啊 ，A E D， 那有受什么训练 ？A E D 翻成中文是什么？营长 ，A E D 就是紧急啊电疗，医疗电疗的那个仪器。风不刚啊 ！A D 翻中文是什么？开玩笑，开玩笑啦！啊，刚刚就这样而已，那该不会我们就要登顶了吧？好在我们的制服很漂亮，好、啊，听说都是新的制服，是是对呀、啊，哎、欸，透亮透亮，半夜穿这个不怕被车撞，对不对？那队长，那等一下我们就跟着营长登顶了。谢谢你今天的操，谢谢谢谢谢谢 ，thank you thank you。OK， 那营长，那我们就准备登顶了。今天的巡逻进入重点哦，真的可渔船哦，在保育区里面。做采捕或是鱼捞的动作，那我们来加强取缔。那刚刚我们巡防区的安基雷达已经发现有渔船在那个海域啊，有这种事，有这种不孝渔船在那个海域那个盗捕那个鱼类的话，听说会判无期徒刑，对不对？可能没有那么重。哎，该不会要登人家的船吧？哎，等一下就是要登记。哎，不要来这么好，你们一定可以完成。我们海巡的登检任务。OK OK， 好，今天怎么样？你知道吗？一日海巡怎么样？终身海巡。那是不是陆战队？好像是。好，演什么像什么？我们呢？好，透过这个过程而让大家了解到海巡人员的辛苦，大家也要多支持我们的海巡人员，让台湾的海巡单位致上最高的敬意，团结。